近日，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萨·克里斯托弗雷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太空摄影作品，并配上了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著《兰亭集序》中一句描绘宇宙景观的古文：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及时听之语，信可乐也。此举引发国内外网友热议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为意大利的宇航员点赞。我也关注到了有关的报道，为意大利的宇航员点赞。自古以来，了解和探索宇宙就是人类的梦想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上九天揽月已经成为现实。我想，探索和和平利用外空也会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。前几天我们还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段从中国空间站拍摄的视频，从这段视频我们领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的美丽。我想各国理应携手合作，呵护好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，让地球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